我日你妈，你们哦，我是七八的谈是他穿的什么？穿的衣服吗？最黑的就是黑粉子。哦，黑粉皮。哦，估计多大的号？哎。你结个婚了，不结婚的话麻烦了，他就走不下，走不下去。这个也是黑红色，也是熊红的。二那个，嗯，黑红色。这货的货，那个的都不一样。嗯，该咋你不二，我替你搞的嘛？第二天你说该咋的？我来给你烧鸡巴搞了，我想你肯定比我那还行，啊、我也不懂。我给你把黑粉子搞掉他，他就不得吃你的痰。要得，行行行行。那我摸鸡巴不懂干的。